秀发如丝。按照书中的记载，你真的是个妹妹。你们修真界都没人管我的吗？不过有一个花季少女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吧？你别过来，放开我！姑娘，在下有一事想问你意思。还不会是要告白吧？哥哥，我可不可以做？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但我暂时还不想谈恋爱。做你哥哥。让哥哥。